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法师菩萨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我们也看到观无量寿经，我们在上一堂课呢提到了世尊要为韦提希夫人来介绍极乐世界的庄严。要介绍极乐世界庄严呢，他有先提到了所谓的净业三福，净业三因，也就是要得生净土极乐世界。这三个净业三因，这三个条件，我们所谈的叫做基本款啦哈。这个基本款一定要先熟悉清楚。我们还有哪些还没有圆满的，还没有具足的，我们当透过呢对净业三福的认知，然后呢逐步的来去成就。尤其谈到了所谓的孝养父母啦，奉事师长啦，谈到了要具足这个众戒啦，不犯威仪啦，乃至要谈到发菩提心啦，读诵大乘等等，它都是一个在修净土法门当中啊所必然的一个条件。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也跟各位介绍过了嘛，修净土法门的一些条件，要第一个一定要先发菩提心，第一个要一心称念佛号，一心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那第三呢，当然就是要愿生净土。那是否品位呢越高，那它相对的它的修福的条件呢就越广。所以呢，中品呢什么要多少修福，那上品呢要广修众善，一切的善法啊都要去成就。那上品以上呢，当然是要有离欲心。所以离欲心也就是写出家相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他在每一个层次啊，每一个阶段都有他必备的条件。那在观无量寿经呢，要谈的是我们在修行的条件啊，福报要具足。比如说以最简单的来谈，我们今天在座的可以坐在这里听课，看似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要知道要具足多少的福报才能够静下心来听课。第一个，众多的因缘条件，有像我们在家学习佛法，有家业有事业，各方面的条件若不允许的话，也许很难。所以就很简单，就是坐着听课，可是时间各方面的条件不具足也很难啊。当然不单单只是这一堂课，所有的学习佛法都是。有些人呢，甚至呢经过了佛教道场的山门口，像那些八位公司写过来盖，伊就是袂甲说里面，看起来好像他似乎在生活上是很悠哉悠哉，但就佛法修行的立场来看，和佛法似乎缘分不够深。但是佛法假如谈叫做福报，真的就不一样了，真的就不一样了。所以能否用心于佛法呢？福报相对的，它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净业三福是身为佛弟子啊，就世间的善法，你假如都没有办法去成就，你说你出世间的善法
可以成就吗？第二，最简单的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这个基本款咱拢做无好吼，人讲哎呦，遐学好嘞吼，食菜甲咧食菜咧，一句话咱就吼，就通互咱安头壳摸一些吼。佛弟子跟父母亲讲话，对家人的讲话的态度，甚至在道场里面跟师父、跟师兄弟，那讲话的态度，让人家感觉都不是很友善，你说你念佛会很清净吗？这很简单的、哦、你嘛甲我讲，我是咧实现，我咧考验你的功夫境界。诶，但你若知你是过来人家讲，你要实现你的功夫，咱才有听过国语的哦。今日较爱讲台语，今日讲国语袂认真。我就听无，听无，我举手无，我想要转倒转来，我这会当转台吼，会当转国语台，会当转台语台吼，我这可以转台的吼。有个人呢，对这个佛法的这个修行啊，对世间法吼，确实也无法度尽心尽力啦。伊讲对出世间法有啥物种的境界，恐惊真困难。为啥物讲困难？尤其讲对世间法的迄个正念，你若无多清楚，你对出世间法的考验嘛，更加无多清楚。你讲，等于讲你是再来人，再来人有一个重要观念，我这样的视线必定让他解脱。你的视线不会因为造成他的困扰，乃至造成他退道。你安尼讲叫做实现。迄毋是实现吼，迄叫做叫人讲不爱来咱岛学佛啦，迄叫做咧赶人客，你知道无？他不是要说视线的，现在说我是要视线，他真不真心。佛法的那个菩萨视线，让他看他是否真心，是真的这个方法必当度他，不然没有人敢尝试这种方法。若非祖师大德那些再来人的条件啊，难。比如说我们在《法华经》里面最经典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人就问世尊啦、啊：“你说众生皆能成佛，他就问了，那女众能否成佛？”那世尊就表演给他看啦、啊，是不是八岁龙女成佛？八岁龙女可以在刹那间说成佛时间到底多快，快到什么程度，就表现了。龙女，就《华严经》里面谈的那个龙女，《华严经》谈的龙女，她视线成佛。她只所谓怎么视线在很快速的时间成佛，就说了，龙女她把她的龙珠啊，她吐出来时间快不快？她说很。这他吐出龙珠了，那个时间的快，他成佛就像这样这么快，哇！因为在经典里有谈到女众有五种不能啊，其中一个就成佛啦。你做佛无法度，做魔嘛无法度，做地色天、专轮圣王拢无法度，乃至大梵天。女众有五种不能，这是经典里面在《阿含经》里面都有提到的。那当然。这个时候人家就问世尊了、啊：“你说一切众生皆能成佛，那女众能否成佛？”哇，在《华严经》就这么一说，提到了龙女，在《法华经》里面就示现了龙女吐出龙珠奉献给十方诸佛，她连生命都可以舍，那样的心够清净了吧？可是她怎么可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成佛？佛就说了。龙女龙又代表是畜生道，所以众生皆能成佛，他的那个当下可以马上转女成的，是他那个大丈夫之气势啊。所以那大丈夫之气势是众生因心中有相，看一切众生皆有相。若你心中无相，一切众生皆无相。所以那个无相是什么？不是我们现在凡夫眼见耳闻的男女相，
它是一种非常超然的，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所以那个独特是非常亲近的，看见众生就是这么平等而已。是因为凡夫心所染，才有所谓的男相、女相，因男女相所代表出来是一种欲望的一种杂染心。如果心中无有欲望之杂染心，一切所展现出来是这么样的亲近。所以在《法华经》里面世界就示现了，后来才开始谈到，佛陀也开始为女众受记成佛了，在《法华经》非常经典，非常精彩了，我很喜欢这一部经了。那现在谈到了这个观无量寿经，提到净业三福，你要修出世间法得到极乐世界，那你先把世间的基本的做人的道德处事把它做好来，啊，不然会扣分的。咱简单讲好无？咱要食一个头路应征，人若听来讲，哇，这个人吼对时代人足不好诶，哇啊，歹囝浪荡，你敢要甲录取？你会先考虑一下啦。世间法要应征一个头路，着需要遮严格来甲考验，无讲讲出世间法要到极乐世界，敢毋免着足严格诶条件甲要求？我相信这是拢一定啊。那要应征一个保全的，就安尼，身家调查要身世清白啊嘞。这不过只是个保全，基本条件身世清白啊。哎，伟哥开的，哎，有没有家族病史啊？有些工作了，有些工作需要这种检验。你看，何况我们他们是。不是佛要挑剔众生，而谈的是你凡夫在人生底下所不是有最基本对修持佛法，尤其对修世间的福报，你若连一点仔重视都无，你对心灵都袂重视啊！你连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诸心不散等等，这种足基本的，你都袂认真去甲完成。你讲你对修出世间法会认真去完成，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观无量寿经》里面呢，师尊就这么跟他们、跟韦提希夫人来谈。所以有人呢，有时候我们到道场，人哇，道场本来应该是足清净，为什么道场那会遮济考验？我伫共修的时阵。无论在家出家，在家有在家因的生活方式，出家有出家伊的生活方式，考验何伊遮济？因为伊已经在即个顶顶塔塔的世间法当中，只剩下目前所看会到的。所以你看道场内底，若吵吵闹闹，若毋是灶脚，无就大便，无就涂脚扫了好无，便所扫了清气。这足简单的代志，咱啊，这着足简单嘞。为什么这种诶，你若要乾坤计较，因为伊已经无啥物通好乾坤，剩这乾剩这个分数还未收好尔，你知道？其他咱讲开讲到粗鲁诶，这较重诶，会重业诶，伊未去做啊。台人办会这伊未去，无可能去一工到去，你遐台人办会伫你边咧甲你念，你看你坐了，就是你知伊未害你。但是会教你乾坤一寡小寡代志，乾坤啥？工课拢我咧做，便所拢我咧扫，啊，你着拢负责遮念佛呢？迄着是要磨咱的心，互平定。但是对一般比较较粗重的业务，咱袂阁再去烦啊。所以有当阵咱着。无法度去体悟的感受，哇！道场那吵吵闹闹，这个吵吵闹闹原来是要磨掉咱无始劫以来无明甲习气。因为等一下就讲，你讲一个人，假使讲对世间的种种的斗争啊，各方面拢阁足重的，伊要踏入个佛门，恐惊非常的困难。比如讲，一个对事业心上足重的，事业心足重的，足拍命事业，要去赚到较侪钱。你讲伊有法做半日时间，你来内底学佛，当然是会，但比较间隔时间，伊就占掉足侪拍命事业的种种方面。
伊足基本诶。啊，伊若较输袂实在世间诶，这个吃喝玩乐，你说他会拨多少时间在道场里面用功，也很难。所以基本上能入道场用功，他大概很容易呢，在小细节上的起争执。也许有人认为说，安奈安呢？啊，其实吼，你姐姐要去甲想，去甲思考，因为伊都无啥物通好计较啊，都剩只通好拉拉咧安尼，啊拉久就袂拉。你就是将伊无输给伊来迄个习气，迄个习气透过着大众中去啊化掉。所以啥物叫咱来皈依拜佛？为什么爱孝顺父母、尊重？因为这是已经足基本的啊！啊，这个足基本的，因为你在这方面我们会做，但是是不是做得很圆满？比如讲，爸爸妈妈最大，咱添一杯茶给你，啊，茶来啦，去饮啦，啊，这个态度，甲足恭敬的，安尼讲，请饮茶。他同样喝到这一杯茶，可是他所给你的感念是不一样的。何况是一句佛号，所以一个孝顺父母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叫孝顺父母？什么叫做奉事师长？我这在对一位佛弟子来谈，他是非常严谨的。孝顺父母就爱着家爸亲们修，安得好啊？我想这个最基本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在自我的修行用功上。我每一分每一秒的功德都可以回向给我的父母亲，让他可以离苦得乐。我念之在这，就是希望他能够非常安稳的在道业上不再颠倒了。也许我们也很用功学佛，我们的父母亲不一定是佛弟子，但是我们会透过我们的用功，希望他早日与佛有缘，那就是真孝顺。啊，那你讲听哦。但是有些人就说，哎，我的妈妈啊、爸爸啊，无啥福报都袂爱学佛。你平常一对佛法的缘并无遮对，你的心中更加愈清楚。我希望有一天会甲佛入缘。你对伊的迄个孝心，你自然去表现出讲，你看我一个学佛者，我对父母的孝顺。反而是做得这么的好，我对家庭的重视，所以那个重视是不染着于情爱的，那种重视是我可以给他们感受到一份的温暖跟安定。那你的学佛是会被肯定的，那慢慢的他也会转向学佛，因为你已经在他的菩提道上，为他播下了菩提种子，这就是真孝顺的。而不是一般般，我们是谈到了一个百千人修，我事业变较侪，我钱吼较侪来开咧，伊未必会快乐，因为伊找无法度去断除着伊烦恼的方法。因为人在这个世间啊，唔是做神就是做孽嘛。我前几天也常跟我们一些弟子，跟一些常住法师们在跟他们开示啊、聊天啊。也没有谈到，尤其身披袈裟哈，就有两种人，哪两种人知道？不是佛就是魔啊！何以故？要么你心是清净的，在佛道上很用功，那有些人他就不竟然这么做。所以为什么在《观无量寿经》里面，他第一个谈到要修出世间法，要到极乐世界，净业三福，我们先把它巩固了。那这是我们到净土世界的资粮，这个资粮越充足，你在净土世界的品位就越高。所以我们现在所修的每一滴、每一个福报，都将成为我们得生净土的资粮，不用培养。没有，没有。好，我们再稍微看一下这净土三业的资粮嘛。我们看到77页，我们再回顾一下哈。
他说欲生彼国，你想要得生净土，当修三福。这三个福报，我们现在就要修了。我们不断的在求生净土的时候，也要不断的念之在之这三福，我们不曾忘记过。所以要勤修，哦，当修也要勤修三福。他说呢，一则孝养父母啊，奉事师长，持心不杀，修十三年，这是人之所为人的基本款啊，基本条件。要慈悲心，要修十三业，啊、哦，再来呢，要受持三规，哦，具足众戒，啊、哦，你居士呢，中五戒、菩萨戒啦，那出家呢，这个具足戒啊，我们要受持，哦，不犯威仪呀、啊，哦，不犯威仪，就是持守这个戒规，啊、哦。第三呢，要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读诵大乘，啊，劝进行者。这时候大乘就是行菩萨道，行菩萨道。那行菩萨道呢，不是说我有说菩萨戒就你就是菩萨行者，你是否真在菩提道上很用功、很用心的去完成每一件事情？就是读诵大乘，那当然一般也有提到的所谓的读诵大乘经典，所以我很喜欢读大乘经典。你因为你在读诵大乘经典的时候，你那个视野啊，你那个心境啊，会自然的会打开。跟我们在看这个比较一般的所谓的，也许有人说到是实修的也好啊，也许是在自己用功的课程当中，那个心境呢，也就相对的会受到不一样的影响哦。比如你每天看的就是眼观鼻观心，打坐呼吸，身体的变化如何如何，大概你的思维、你的用功方法，也大概都是在这个角度上，在这个节骨眼上来在推敲。当然这也是需要，这也是需要。那如果又能够去深入大乘经论的时候，你看到那菩萨，哇，那个心量，广度一切有情的那的一个心境，你会发现到这何其伟大！也许我们现在办不到，也做不来，但我们内心已经呢种下了这种行菩萨道的种子。我们都会期待的来自像佛一样的圆满菩提。所以呢，凡夫跟菩萨来到世间啊，同样在生死的过程当中，一个是受生死苦，一个是圆满菩提。你说菩萨来这里有没有生老病死？一样啊。那菩萨来此世间生老病死，是每一个过程是圆满他的菩提。就好比他在学习的过程，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到博士毕业，然后博士后的研究，他是把整个的学程很完成的把它圆满了，那成佛。有些人来受生死苦的，是真的是感受到是业感的一个轮回的过程当中，不断所受的都是一个面对人生生老病死种种的一个考验，很难平静跟快乐了。菩萨不会的，菩萨于一切过程都能够很平静的，而且去圆满了他每一个修行佛法的学程。所以你看，我们在送莲花宝上就体验得到，你能修到哪一个程度，入初地、欢喜地，然后开始这样一直到十地。我们在修三昧水忏的，哦，从等觉啦、妙觉啦、圆觉，那如果他的观想，哦，从等觉、妙觉，然后进入圆觉，哦，上中下三界，你看修了一个过程。那是菩萨
是圆满他的菩提。对众生而言，对凡夫而言，好像是在受生死苦，所以一念间转了，那心境不同，那你会把每一个过程都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理智，用我们的智慧去圆满，就不感受到是苦。像我在道场，我常举这个例子，在道场，为什么这个工作每次都我在做？拢大概拢我做，你拢免做，你做一次你就圆满一次，那你观念一转。我们在常住，还是我们在道场，大家居士在一起用功，那跟工作者跟捡来者是全然不同的。跟工作是跟伊欢喜做的，伊想要做的，伊喜欢做的，伊跟跳跳去做。啊，有人是捡来做，有人做，或者无人做。他会觉得说，在越是需要的时候，越是没有人去发心的时候，他越是怎么样？打起来争，扣起来争，哎，那截然不同哎。你那个心境，你会要求自己，我不会，那我去学习。那个境界全然就不一样了。你不会觉得，哎呀，我不要那给我走。我以前在读书也是这样啊。跟小沙弥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些那个鱼池啊，哈，糟糕啊，怎么那个还有木屋啊，有小木屋啊，还有鱼池啊。我才刚去报道没多久，说被安排的工作就是什么，要管理这个鱼池跟小木屋，哇哦。这个木屋怎么管理我也不知道啊，鱼池的鱼怎么养，怎么样的去照顾也不知道，哦，就啊，我不知道怎么办，自己想办法，真的要去想办法去突破。他们就先问有经验的有没有人照顾过啊，照顾的都毕业了，我、哦、完蛋了，不对门啊，不对门，我当时就先问了院长。院长，这个要怎么鱼要怎么照顾啊？这个树，这个小木屋怎么管理啊？哎，他给了一个方法，就怎么样的一个管理？哎，可是自己在管理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到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那当然就要想办法了，然后就要去问专业的。专业会教我们一些方法，我们就要笔记本带着，笔拿着，不像现在用手机啊，用电脑，只有用笔啊，就记。那回来怎么注意？那水质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哎，就开始，你就会了。啊，原来当初那拢无人，那去排队，我因为我唔知啊，戆，无人要做啊，就等了我家己去做。那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学习到。怎么样去突破自己，然后去提升自己，这是一个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好，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他这里读诵大乘，然后呢劝进行者，这都是我们必然的。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我们再看到91页这里啊。好，那接着说呢，如此三事啊，这三件事呢，名为净业，是清净的，没有杂染的，而且对我们整个的修行是全部加分的，是全部加分的。你奉孝顺父母，奉事师长，就是谈到奉事师长，我曾经听我们长老，我们这个净心长老，他以前当过白胜长老的侍者，他怎么当侍者的？他是怎么学的？听着都觉得这个我们现在都很难的，很多人不容易做得到的哈。长老呢，这个白胜长老晚年生病的时候躺在床上，他会咳嗽还有吐痰嘛。啊，其实长老就跟他睡在他旁边，陪着他，怕老人家晚上很多的不方便，那时候还年轻。
我就听到了长老一咳嗽，就马上醒过来啊。预备工，吼、哦，搁咧扫，等咧好困咧扫，吼，对啊，一听到他咳，他马上起来，赶快进，配痰的啊，吼，配痰的，讲你也行。长老要下床的时候呢，赶快拿鞋子，因为有时候冬天呢、啊，吼，地板比较冷，那赶快拿个毯子再出来。我、哦、就长老一起来的时候，赶快拿个大衣先给他先给摸了，反正那个细心度没有感受到，他就上赶，他自己要去了解。他说以前当事者是这样。云中长老也是啊，有一次，他小沙弥啊，他十来岁，他大概十二岁出家，他好像十几岁去当白老的侍者，也是跟白老出门。你知道那个白老他在讲话有一些口音哦，那时候他，云中长老。台湾的这个本土的小孩子听外省人讲的这个国语听不清楚，他要办完法会要离开的时候，他去把我的孩子找来，完蛋了，孩子在哪里？他说，鬼长老会对嘴硬啊，长老那不带我就叫去找孩子啊，那长老就在大门口等啊。他就到这个村庄去绕啊，找无去啦，唔敢回来啊！哎，那长老他们都很严格的，是又不敢露脸了，还这长老要孩子干什么？绕了一圈，长老说：“这远州的跑去哪里了啦？”听到长老在问，他赶快说：“师傅啊，我找不到孩子啊！”我说我要你找孩子在那里的没孩子，鞋子啊，哇，那个这过程很多了哦，哇，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你看那个他们在互动之间所学习到是那份对法的恭敬。可是我们感觉到啊，这也不啥，妈的，可是那一种恭敬哦。他听起来，比如说他真的是听错了，可他不敢去反抗哦。啊，你找囡仔要从啥？不会那种很觉得说你在刁难，你这纵然是刁难，我也去找你闯，我就转了一圈回来。那种对师长的全然的恭敬啊，那就所谓的清净心，所谓的婴儿心，从不挑剔的，你说什么就是对的。就这样一绕一回来，那他要去展现出来是对法的恭敬，说我们堂的尊师重道。哎，这对修行都是加分的。好，来我们来看91页这里。他说这次三事啊，名为今天是清净的，对整个的修行是全部加分的哈。佛就告诉了韦提希啊。如净之佛，你现在知道吗？这是净业三佛啊，是要得生净土必须要做的三件事。好，此三种业啊，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业。三世诸佛，不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是什么？修此三业啊，正因哦。正因就是他必备的呀，我们说的这必备的条件哦，正因，而且对整个修净土法门者而言啊，若连最简单最基本的世间善法都没有办法完成，没有办法去落实，那出世的敬业啊也会很难。曾经有人就讨论过这么一个问题，净土法门所谓的消业往生跟大业往生的一些问题，到底我们有业大业往生跟消业往生，就谈大业能往生吗？
当然这曾经有讨论过了，后来在经典里面我们大概可以去了解它，也许在不要在文字上去绕了，我们是那个说的代是，我们虽然在凡夫地修行还有很多的业还没有完全的消除掉，但你能够因为那个在临命中的时候，你非常清楚的，你真能把那个清净心、得生净土的心、那个厌离生苦的心找回来了，那要相当大的福报。你能够借此在所谓的临命中的时候的那个正念分明啊，那个所谓的大业，那是因为那一念一起，你的业障就消。所以才有净光大师才会谈的这么句嘛，念佛一生，罪灭河沙，礼佛一拜啊，福增无量。所以那个一念佛，那个佛是全新的佛，那个罪灭河沙是你要得生净土的时候呢，你那个一念清净心一起，你的罪业自然就消了。那个业呢，是我们在净土世界还没有圆满嘛，有些可能是下品，有些可能是中品，但还没有到花开见佛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还在修。但是你所带的是净业，而不是罪业了。你说带罪业去往生的吗？不是，是带的，我们是一种净业。但是在净土世界的时候，也许我们还有很多因缘还没有去圆满。但会因为在净土世界，我们怎么样？以一刹那间呢、啊，供养十方佛，以一刹那间呢修种种善法，您的业就自然就这样消，那在累积福报，累积您的资粮。因此呢，我们在对修净土法门的时候，千万要记住，不要抱着一个侥幸的心，我只要在临命中一句佛号念好就好了。但是你要知道，你在临命中那一句佛要念得出来，你要具足多少的福报啊！啊，你啊，临命中那一句佛要再念出来，哎，还出去听阿弥陀佛都袂记啊！出去哪里记来听啊？你生来，哎呦，痛死哟！这头痛，啊，不是一个失眠佛号嘛，走一堆啊！何况在临命中，你知道那临命中那四大分离啊，四大分离在贴着禅宗，那在转明镜，那在转的那种，在一切四谛论里面，在经典上都看到那种四大分离，那地水火风各自贴开的时候，那种苦啊，比我们现在的病苦的好几倍以上啊！你那个佛号念得出来吗？是可见的吧。我在临命中的时候，那一句佛号能够觉醒过来，那要多少的福报？所以我们现在要练，把它练习惯了。行住坐卧皆在佛号中，那就是一种把我们所串习的那个力量串习了。我们一有空的时候，我们就念佛号的那个串习的力量。纵然在病苦的时候或者障碍的时候，那佛号可以提得起来。佛号会提得起来。我曾经看过一位长老，92岁的明珠老和尚，当然他是打坐，他打坐的时候，他也当然都以念佛为他的一个修行。他92岁的时候，他应该是这个淋巴癌什么的，他开刀了，痛的时候很痛啊，那你知道这末期的时候这个。癌细胞一扩散是那种痛哦，他又不吃这个打药，又不打针哦，痛依然坐着念佛，就这样痛痛痛念佛往生。哇，这个医生啊，我就那时候我们就在身边啊，哈，医生说：“师傅啊，你要吃点药，打个针啊，这种痛你能忍吗？”医生很清楚，这个末期的时候，这种痛有几个人可忍得过啊？真的都不用。那时候，
声音不是很清楚了，问啊，老三啊，大哥要不要？为什么这样？他就很简单的提到，刚好借此姻缘好用功。那听起来足简单嘞，但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嘿，那是要有多大的智慧跟正念嘞？痛的当下，依然就这样离开了。那一幕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到底是怎么修来的？很简单，我那时候就问了个蟑螂。他就在高明寺，那时候在大陆高明寺，扬州高明寺嘛，在当这个所作和尚，然后再被老院长请来圆光寺当堂主。他说，从早到晚啊，一生的生活都是在禅堂长大的，这种平凡的日子过久了就不平凡了。我就说，你看，真的个功夫训练起来。所以净业三福啊，也是我们现在修净土法门者每天要做的资粮啊。孝顺父母、公司师长、慈心菩萨、修十三念，每天都追得很清楚。啊，这个受三规啊，具足众戒不犯而已。哎，我们都是检验。哦，发菩提心。哦，生心灵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就把它很清楚，就把它记着了。就做一个反省的一个力量，尤其第三个发菩提心正心灵果，你会正心灵果，你敢毁谤吗？你敢这样的这个于佛法上说是重过吗？于僧团上，你自然就会攻击正心灵果。所以这是让我们正面清楚了，这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当中呢，就会自然的会提起那个功夫来。好，我们再看，他说了，过去啊、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是修净业三因而成就的，没有特例说我不修这净业三福也可以成佛的啦。哦，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修持净业三因。而成就。好，我们再看下一段，下一段自己给。这个内容的解释哈，就道一长老讲了很多了，我们时间关系，我没办法一一的带着各位，我直接解释经文给大家知道哈。好，我们看到104哈，好104页。他谈了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啊，三世诸佛都修持净业三因为净土的正因，啊，正因，有因必有果嘛，正因，啊，正因。然后接着他说了，佛告诉了阿难及韦提希，阿难跟韦提希夫人这两位是，这个尤其是韦提希夫人是十六观经的当机众啊，当机众。他说谛听，谛听，仔细的听哦。这谛听，这个很专注的，不散乱的。有些人在听，啦，你讲我听啊。这句谛听哈，在经典里面常常出现。可是，在我们生活上，我们必须了解，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在听歌啊，啊，人啊在跟人讲啊，有啦，你讲我听。而且，咱讲咱听，咱做代志，你说他会专注吗？有啦，我有听到声，有听到声，不一定有声音，但不一定有入心的。我们绝对没办法一心二用、三用、四用、五六用，除非你要在《法华经》里面所修的那个有所谓的菩萨功德品啊、法师功德品啊，《法华经》里面有一个菩萨功，这个法师功德品，法师就是菩萨，那个六根你有一个具足圆满的眼耳鼻舌身意耳根呢，有1200个功德嘛，那眼除了耳朵以外，其他都是800功。那谈的是声音是一
1200的意思就是圆满的意思。那眼睛所谈的是呢，只有八，前面你后面是看不到的。那除非呢，你真的能够互用啊，六根互用，六根互用那是一种大神通的一个智慧，所以才能够六根互用。在凡夫修行还没有成就之前，你没有办法六根互用的啦。那这很难的哦，这基本上是很难的。在《法华经》里面谈到这个六根怎么互用的，在《法华经》里面会有提到。那时候提到是你修这个功德圆满成就。像这个阿那利尊者，虽然肉眼坏了，但他天眼打开。天眼打开，他自然他的很多的一个条件都自然就成就上来了。那在经典里为什么常常会提醒我们要谛听谛听？因为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专注，他要我们谛听的时候就是很专注的听。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绝对不能怎么样，同一时间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我就常举例啊，你同时要吃饭要喝水，同一个时间做看看可不可能？有各位讲本各位领地，那这只盖，同个时间做两个动作，不可能。所以在经典里面，你看到这常常看到的师尊跟他的弟子都谈谛听，注意的听。因为有时候坐在底下的时候，弟子有些会打妄想啊。虽然看似坐在那，可是那妄想早就已经飞出去了，谛听抓回来。像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呢，你这扫兴，然后就注意，吼、哦，大家就一起喊注意，就是要让你知道等下要发布什么消息了。你消息没听到，你等下下去可能就遭殃了啊！刚刚宣布什么事情你不知道，明明你有来参加，可为什么你有听没有到？所以什么都做一个注意，听听。不然这个法医这个因缘过了，再也没有了。所以谈听听，谈听。我对这个的在经里面谈这个听听，对于我们而言，真的它有它的一个提醒的作用，而且是要告诉我们专注的作用，在禅堂里面叫做什么？提起精神来啊！比如我们禅宗禅堂里面他所用的，他就比较通俗性，可是他很直接，提起精神来，喊得很大声，提起精神来。经典里面在讲佛法，就提起注意的听，对不对？啊，好。他说谛听谛听，善是念之，善就是正念，善思，正思为正念，善思念之啊，如来经者，世尊呢现在要为未来世的一切众生而说，现在虽然为阿难尊者为韦提希夫人而说，但也更为着未来的一切众生而说。因为世尊知道，未来的一切众生的，在他的福报也福报各方面不该急救的时候，要听到净土法都难了，都难了。我们上个礼拜请教的时候，就是去参加这个华山会举办的一个僧伽讲习。那我就听到净心长老有，讲到一件，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啦，出家人啊，僧团的要努力的方向。他说，全世界有70亿人口啊，有学佛者大概只有3亿呀、啊。3亿人口里面呢，真能够用心于佛道上的呢？加加减减还真的少之又少，七十亿人人口反正只不过是三亿，听起来像这样，其实很少的，跟一切众生跟3000大千世界众生一比较起来，真的是很少，而且是逐年的在下降，不是增加，逐年在下降当中哈。你看整个中国大陆就10几亿人口了，印度也有13亿人口，但这不一定是佛教徒，不一定是佛教徒。所以我们在台湾有这么丰富的佛法可以学习，还真的是累劫而修的啦，真的是累劫而修的。那大陆10几亿人口，
中国佛教在大陆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将近2000年。学佛者之见各方面，看我们相较之下，还真的差很多，还真的差很多，还真的差很多。所以在这里要听到师尊在说法的当下，他说：“注意听了，现在在跟你们讲啊，也要你们记住，留给未来的一切众生，还可以听得到，哦，还可以听得到。”好，我们来看师尊那种悲心哈。他说啊，未来是一切众生为烦恼结之所害者，被烦恼所害者，被烦恼所困者，哦，来说清净业，善哉韦提希，快问此事。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世尊在为韦提希佛，为阿难尊者所说的当下来，还为未来一切众生留下的一个可以得度的因缘，不单单只有你们现在碰得到。他意思就是跟韦提希夫人谈，不是只有你碰到你所面临的一个烦恼事啊，他被他的儿子啊这样的一个破坏啊，未来众生也相对会有受到种种烦恼的一个困惑之下，也想要离苦得乐啊，所以他把方法要留下来。他说：“善哉，好极了，你问得好了，快问慈就是问得好。”因为韦提希夫人有问嘛，问世尊，我们在前几堂课谈到，佛陀你在世，你可以用你的神通，你的威德力让我们看到极乐世界的状况，那你不在了，我们怎么看呢？各位知道吧？他在地牢的时候，在后宫冷宫被软禁的时候呢，世尊用白毫光、大放光明，让他看到极乐世界的庄严，他起好用心要得生净土，所以叫他修三业三净业三福。那当然，韦提希夫人就问了。有佛在世，以威德力，我们可以得见净土。佛不在世的，我们怎么办呢？问得好啊！为末法人，为未来世界众生啊，求一个可以得度的方法，一个得度的方法哈，这是很精彩的哈。我们翻过来看看。